从独山子出发，驱车沿着西南方向行驶28公里，便来到了天山脚下的独山子大峡谷，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一入景区，便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，一簇一簇汇聚到一起，竟成为如此浩瀚壮观的景色。我徜徉在花海中，喜欢这种黄中带绿、绿中带黄的美丽，眼前的景色更像是一幅画。现在我们所在的景点就是独山子大峡谷独库大玻璃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个桥，这个全桥面用这个玻璃铸成，是大峡谷美景最佳观赏点。游客无需担心桥面的受压问题，采用的玻璃材质安全可靠。风和日丽之时，蓝天白云的倒影投影在玻璃桥面，让人对脚底下的透明战战兢兢之余，更乐享于行云踏雾般的感觉。